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赵魏瓦斯炉。赵魏，他呢，像这个赵魏，下面如果是水沟的话，水沟，这个财来财去财守不住，或是下面呢，我们那个化粪池的塞贡。这个是财守不住，琐碎事多，这个财左手来右手出去，这个水沟，但是很容易就患上了毛病。若是呢，我们瓦斯炉下面有的喜欢呢这个放酒啦，放硬这几个米家呢，这个呢也是不好。那好了，现在瓦斯炉，若是微波炉，你在这里，那个相对口干舌燥。那若是下来了，好坏呢？那我们现在用占卦了，来请示祖师爷，来指点，好不好？三。六三六二水火既济，三六二，这六是水三二爻动，动二爻卯丑亥申戌子四爻是兄弟爻，官鬼爻寅化祖孙，鬼化祖孙，那这个兄弟爻，这个是灶，这个就是灶，下面就是这个。下面是这个微波炉官鬼化祖孙，家里没有小孩子了，如果小孩子呢，小孩子会比较多琐碎。在这里来呢，二爻，这个是主咖这里就这里就会也是碗推，瓦烂腿，这个就会伤到一次主黑咖。我们这个膝盖，这里伤到膝盖来了不晓得嘞没有去用就好了没有用就好你用那化银化银，银呐，银是什么？老虎，家里有没有属老虎的？他是属老虎，化官鬼官鬼，都化老虎，这是伤老虎的脚。官鬼是老公嘛？对呀、老公是属于老虎的。这个，你把它移开比较好了。这咬嘛，你没有用会伤人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要用意，用意，用意就好你用意，你不要怕，我叫你把它移开，好吧？试看看这个刚好是咬住它的脚。
那膝盖对呀、啊。啊啊，又是青龙，不，白虎啦，又是白虎。好、啊、的，啊，今年呢，今天壬寅嘛，壬寅日，是不是？啊，壬寅呢，啊，刚好是玄武又青龙，好、啊、帅哥，啊，在你家里带青龙又带光鬼，老公又带白虎的，是一个帅哥的白，帅哥的老虎，哈、啊，啊。所以灶位啊，也可以压煞。灶位压煞，悬空爱心来讲呢，啊，就是压煞，可以压煞，哈。啊、以上呢，我们瓦斯炉呢，这个灶位已经跟各位讲好了哈。接下来我们讲厕所化粪池，水塔篇。啊，厕所化粪池。两回事哦。我们现在的厕所呢，都很卫生，没有关系。但是化粪池最重要，化粪池。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是这样来。原来他还土地这么宽。他厕所就在这里，化粪池。啊，化粪池后来呢，他就把它增建到这边来，就把它盖掉了。啊，老人在这边把他的粪都拖到这边来，楼上都在这里来，这是中宫、中央、戊己、水土。啊，戊己是属灵性。啊，心，那个这肠、胃肠，这胃肠，他在嘉义，家里有四个人，三孝哎，四个人三起孝，哦，黑的很麻烦哦。他来问我啊，哦，因为卜卦嘛。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信教，尊天法治。我那你的房子的正中央有问题，啊，这造成全家转校，哎，啊，就厕所有问题嘛，他才告诉我老师啊，我的厕所移到后面湖边呢，那么你化粪池呢？就是因为增建在中宫，凡是化粪池在中宫了，都是胃的毛病，然后有神经寒及心脏就是心悸就烦就乱。心一悸呢，惊东惊西，怕东怕西，啊，所以他就变成神经兮兮的。啊，后来我要他把他移掉，他跟我说他没有钱可以移，但是每个月呢，每天的几乎轮流带家里的人，带三个人去里找医生。啊，我说你有时间找医生，没有时间移化，啊，换那个厕化粪池，花一些钱给人家改嘛。他告诉我师傅，我没有钱可以花了，那怎么办？只有还是一样，抽掉，啊，靠过来丢嘞，然后盐都他结蕊，慢慢稳下来，还是没有解决。等到一年多以后呢，比较稳了才。啊，花了钱把它打掉，重新移到后面去了，移到后面来，好了。哦，所以厕所呢，化粪池厕所，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关系。好，不要放在
啊，这个化粪池放在正中宫，啊，所以厕所的问题啊，古时候有那古人讲呢，入门看门色，入山看山色，傍晒的看风色，啊，入山的看山势啊，啊，入门看门势，啊，门势，好、啊、看门势，好、啊、大便呢要看风势，傍晒啊爱看风色，否则呢臭气的熏天，家里人呢就是看风色。啊，那大部分我们的厕所呢，化粪池能放在湖边是最正确的，啊，放在龙边绝对是不对的，放在中间也更不对，只有放在龙边，啊，放在湖边，湖边的这里也可以，湖边，啊，三分之一前面呢绝对不能有化粪池，三分之二以外呢，湖边你可以做化粪池，但是化粪池你可以坐在厕所之下，如果厕所在这里，你化粪池可以在厕所之下，啊，能拖出去拖出去，不能拖出去的，像这个你也可以放在厕所之下，可以这么做，没有问题。啊，龙边都不要用。在南投，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因为改了一栋房子，啊，他的湖边呢，啊，这个比较小一点，他这里哎比较小呢，放那个化粪池啊，啊，预计以后会有很多人用，要有30人份的化粪池，好、啊、就大下个呀，大雪大下个大酷嘞，好啦，我跟他讲。你这好像不对了，你龙边，因为老叔我们人哦，以后会长生很多人，好，我放在湖边的比较小，不够用。我领导啊，每大刚日日休息的棒晒，我这讲了，我讲得很坦白啊，又不是24小时在棒晒嘛。哦，你等到你这样错了以后，你人癫啊，永远是好、哦、忘不起来，就不会出癫。我讲归讲呢，这事情就过了，过了4-5年以后呢，他又跑来了。老师，我什么事？啊，人丁多多少？有了，有多了，但是多都是多了，生两个小女孩，女孩很好啊。哦，啊，那么还有怎么怎么的？哎呦，家里的钱守不住，孩子也不读书，什么都来喽，不是。我说告诉你，化粪池你要多大下个大窟嘞，啊，你得改过去就对了啦。现在要贵眼了，这样改过去。啊，改过去的，他这样改的很，他移过来了，他没有把旧的里面的抽掉、打掉，厕所化粪池移过来而已。结果两边臭，龙虎臭的龙虎斗，背后换小人。啊，两个前面，啊，后面，尤其后面两个，啊，这么一个臭，那么一个臭的，换小人龙虎洞，他在县政府上班，哦，那一段时间哦，黑寒满天飞哦，我无中生有啊，你看我搞完喽，我喊你讲，哎哎屌，哦哦屌，骨骨屌，跳跳屌就好了嘛，这个叫贵人啊，来回5年多，你看。5年多的受伤害，真的，划不来，啊！至于还有现在很多风水师，厕所马桶要放什么像，我都会画，啊！你又不是要坐在那边永远当神，啊！厕所啊，马桶要什么像的才可以，坐什么方向才可以，你又不是要当神，厕所的筛查的神。啊，你要坐晒那个鞋呢，那你就永远坐在那边好了，是不是？又不是嘛，那好、啊、方便好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啊，厕所，啊啊，这个它的位置呢，除了啊那个楼上楼下都不要在
瓦斯炉上面，好，不要在瓦斯炉的下面，好，不要在瓦这个床的下面，不要在床的上面。这个以外呢，我们厕所你要怎么放呢，就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的。请您休听。啊，还有，啊，我们有一位国中校长，啊，当时呢，他高血压，啊，校长就这么做了，这么做，啊，这么做呢，啊，这个就冲厕所了，不是在这边。厕所在这里啊，不是，我们在这边。好，高血压，高血压高得很严重。后来他的老，他学校老师呢，好，他很乐意跟帮他忙，但是我们那老师呢太热心了，啊，就跟校长讲，校长也不以为然呐，啊，不以为然啊，方便呐，啊，现在什么时代了，啊，我是虔诚的阿门的呢。我喊你阿门不阿门，高血压就高血压，冲过来。啊，有一天呢，哎，就是他的儿子呢，啊，和一位师父呢，到日月潭度假，啊，到了他太太啦、小孩啦，到日月潭饭店，啊，晚上呢，啊，他的太太看到一道白白的，就从窗户进来了。啊，进来了，就在他儿子的身上。过了五分钟，孩子呢，吐白沫，啊，吐白沫，哇，就俩公，俩公，而俩公呢，就是外莲护身，在日月潭的外莲护身，啊，弄了好多年，弄了真的全家不鸡犬不宁。他常常呢，他儿子又一块。啊，然后很大了，啊，身体很魁梧，常常刀子拿着，砍死你，砍死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啊，在厨房里面呢，啊，桌布拿着砍死你，杀死你，砍死你，哇，全家的就窘迫迫，再注意他，如果跑过来，大家赶快溜，那怎么办？那外人就进来了。啊，进来了，那师父了，哦，念经给他，念咒给他，他什么都不管。来，因为这样呢，好，他学校一个国文老师姓赖，赖老师，哇，就很热心，要跟他的夫人讲啊，啊，师母啊，啊，你说我带你去见一个老师好了啦，还要不要啦？啊，他师母，好好好，吼，哦，他就很热心，因为太热心了，就是让他。校长夫人，她称她为师母嘛，啊，她就怕了这个赖老师，远远看到来她就躲，看到来她就躲。有一天呢，啊，刚好，啊，这个校长夫人碰到我们田立伟的妈妈，草屯的好朋友嘛，就告诉她，我带你去台中，啊，有一位老师那边，去问看看。啊，那就带她来。啊，带他来的，田丽妈妈呢，他就没有时间，又先到别的地方去，啊，一大早就又来报名了，要报名呢，刚好碰到赖老师，赖老师说：“师母你来了。”是啊，好，看到赖老师又要溜出去，我不要溜了啦。好，我赖老师跟他说：“也不要溜了，师母，我跟你讲就是这位老师啦。”哎，我看起来哇，完蛋。冲换挂一壶起来就冲换了，冲换了，我叫他要怎么解？到日月潭来哪一个地方有个土地庙，请土地庙那一个山神后土的，请他做主，将这一位好，哦，孤魂幽灵呢，把他带回去。你要怎么样来供养？啊，哦，怎么样来祭拜？衣服拿衣服来，再这么祭拜，捡个草人，没纸的人。在这边怎么烧化，我叫他这么做，结果稳下来了，好，稳下来了，啊，这个
啊，校长夫人呢，就问赖老师啊，我被你害死，我被人害了三年，他为什么害？你太热心，啊，太热心了，所以我都怕你，啊，怕你，哦，孩子多磨了三年，全家多磨三年，很简单的方式解了而已嘛。有时候我们太热心要帮人忙哦，各位以后你们回去很热心要帮人忙哦，不要太过勉强哦。哦，你们太过勉强，有时候让他怕了，以为你有什么啊企图，啊，以为啊二一天做五，四六分，二五分，五五分，哦，分什么分红包等等啊，啊，就是怕这样，因为夫人呢、啊。啊，校长夫人呢、啊？他对孩子的事情，很多很多老大师们要帮忙，一开口就要几万，开个去就惊呀！哦，他以为呢，这赖老师呢又要带他来五五分的啊，这个事情就这么一回事。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帮着他忙，有时候不能急，你一急呢，他反而怕啊，变成退道来。所以如果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发生，你一定要当地的山神后土来消灾祭拜，求他解才有效，否则你到天涯海角所有庙绝对没有效，你放心好了。这是我的经验，老祖开示以后我叫他，哎，你到附近的山神后土好，那到那边来祈祷祭拜就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啊，就哪里起来，你就从哪里解。啊，那再来，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的灶位，他的灶位下面凳底刚好化粪池上，化粪池上，化粪池工位又在他的中南，在坎宫坐别坎宫中南的地方。他儿子又是中南，化粪池又在下面，所以造成孩子他的灵性，元神灵性就很单薄，元神那个很暗，一有外人进来啪你就没办法了。现在也结婚生子了啦，好，你没有事，这里开了一个文具店，开得不错哦，这个所以人会发生一些毛病，就是环境有关系，环境有关系影响一个人的元神，抵抗力抗体弱，那一旦有外人进来你就跑也跑不掉，就这样来。同时要解住家的问题要解，然后叫他当场怎么解，事情解了啊、哦、这个这么多年来印证的事情太多太多，我再讲一讲呢，以后也许你们碰到了也可以啊，如华炮制可以用哦，那也可以救人呐、啊。好了好，我们这集到这里，阿弥陀佛。